citadel. Fuck yeah. And 会有 刺客, 间谍, 预言家, 国王, 主教, 买卖人, 学者, 外交官, 艺术家, 这游戏不难玩,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做交流之外, 也能够一起来去度过有意义的时间。来吧，我们一起开始玩吧。